中藝人壽香港超級聯賽第二週的賽事由君悦北區啦，在主場迎接九龍城的比賽，區隊的大戰啦。都話就話第二輪的賽事啦，但屬於北區今屆第三場的聯賽賽事咯。一周中有一場提前上演的比賽啦，當時球隊1-5啊輸咗俾東方嘅，唔知第一周就2-2打和咗傑子，就臨尾階段連追兩球就戲劇式逼和對手嘅。先見到紅色波衫就北區一次嘅機會先嚟自古杜拉嘅遠射，無功而退。然之後輪到對面咯，老大哥迪高。腳套硬個卜位又係俾人咧就擋翻住先啊！不過成個組織係靚噶啦，尼天奴橫傳加埋一隻卡朗嘅回傳 ，set 翻個炮台俾老大哥迪高嘅嘗試。再呢邊咧就尼天奴左腳彎到波埋嚟，結果就博到對面咧就肯定頭槌，不幸地就擺烏龍啊嚇！呢個登岸條頸，主要尼天奴就落重身，好重旋轉。嗰波比較貼近龍門口，叫得人條頸之後有啲判斷失誤，就肯定擺烏龍。然之後嚴劇就爭啲送大咧，俾呢邊羅廣威搞掂嘅。有啲 chip 高少咗波，但係都仍然省咗對手門將就李漢浩啊！中咗門將，減慢咗球速，仲有隊友幫手解翻位嘅。另一次機會啦，側金圖超靚嘅大腳傳送，送俾何龍浩，做一個橫傳之下，做走呢邊卡朗頭槌搞掂你啦。2-0，拋開比數啦喎，三下波都係精彩啊！曾錦圖超靚大腳長傳，何龍浩超靚斜插，住第一時間彎個靚波埋嚟，擺落我個頭嗰度，半空門狀態，頂個彈地波，好有信心嘅頭槌入球，卡朗入波，嚟自大埔新加盟嘅球員啦。拋開比數就咁樣，上半場九龍城領先2-0。啊，則錦圖亦都可以慶祝下佢咧，就入選咗51人嘅香港隊嘅初選名單啦嚇。你考著比賽啦喎！仲有另一次機會可以拋開比數㗎，今次都係嚟自27號仔卡朗嚇，想嚟個梅開二度，但右腳撳死曬，唔係太靈光啦。到曬個冧先啦，另一次機會都係較長傳，門將旁出喺頭槌，搞去不遠。何龍浩諗住粒你空門㗎啦，但係好嘢，呢邊仲有基拿未啊，救翻空門先啦。連續兩日港超都有啲好精彩救空門嘅情況啊，上場就川大浩泰，呢場就輪到基拿未。另一次機會啦，嗱朱偉圭入咗嚟㗎啦。養咗個底線位置，刮個波埋嚟，咁到李漢豪先。咁啊，朱偉君啦，加埋而家點波何振廷啦，仲有二號仔嘅波比仔啊，波比方面咧，幾個後備球員個入替之後個反應啊，或者貢獻都相當之高啊嚇，立竿見影啊，三個都各有一啲嘅一啲精彩表現。又係李亞挺，好好，兜翻大位，再玩高波甩埋先啦。唔多先，呢球波球速啊慢些少，又係益曬門將就李漢豪啊，高點接殺先啊。我真係好善於喺18碼區域嘅位置咧，就油麻集到期間係搞搞震嘅嚇。然之後對面咧，亦都尼天奴呢下 cut back 啦，爭啲做到空門狀態，大好嘢啊！簡家亨嘅勤力啦，都俾咗些少壓力。呢邊咧就係卡朗，拋唔到比數，會放曬北區咧。北區智興咧，臨尾階段咧就追到一啲，終於入球噶啦！而呢場賽事79分鐘啊，古杜拉就先下一城先喎。咁樣何真廷嘅橫傳分埋遠處位置，古杜拉遠處補一腳搞掂你。連續兩周有波入啦，上場咧周中賽事對東方亦都入咗球，好靚嘅炮彈式嘅罰球啊！呢一次機會啦，今次咧左腳勁射就舒拉普，波面咧再次有咁多李漢浩唔緊要，第三射就冇問題啦，就嚟自肯迪嘅張公寶個入球啊！上半場頭槌擺烏龍，下半場就成功取得進攻的入球，又係重要尾階段入波，又是攀成平手嘅北區。專係0-2追和2-2嘅球隊嚟喎，好犀利嗰啲後勁啲拼勁啊，一流啊！有冇機會3-2添啊？呢下肯定雖然係倒咗地，但係博唔到12碼線嘅。再篤翻出嚟先，嗱睇翻呢下啦，波皮仔送翻埋呢邊一立上前，對面射手少少拍咗埋嚟啦，屈呢個韋利安啊，但就比較難吹罰12碼線。仲有一次機會嘅，一個長送到埋嚟，余貝漢都即刻安全起見踢出底線算數啦。好啦，後尾九龍城有個咧就罰球機會，呢邊攞得翻個波啊，得翻華超韋利安一個射手埋去，咁一集之下就波自己彈下彈下彈翻轉頭就益曬後面登場嘅嘉樂仔啊，許嘉樂奠定勝局喎，非常 happy 啊，佢都好驚喜啊嚇！聯軍當中個波撞下撞下撞翻俾佢呢下啦，連彈兩個紅三強咁樣彈翻轉頭就益曬嘉樂仔伏兵門前，戲劇勝地。九龍城可以奠定勝局，就係呢邊咧許嘉樂嘅入波，就咁嘅情況底下啦，雙方合完一場超精彩嘅入球 show 啊！君悦北區最後主場情況之下2-3不敵作客嘅九龍城，九龍城攞到咧就港超聯嘅第一場勝利之作，恭喜九龍城！